接下来的家族任务就是一场泳池派对。安慕希的试探，成员一对一进行挑战，分别站在浮垫两侧，一人进攻，一人防守。防守方需要与进攻方始终保持步调一致。进攻方的目的是拿到安慕希，折返跑回起跑线后。当进攻方触碰到安慕希后，防守方就可以对其发起追击，在安慕希过线前抓到进攻方，即为防守方获胜。进攻的人自己来控制这个节奏，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你做任何事情他都得做，你跳下去他也得跳下去。好，哇 ，Party！ 我为大家公布一下分组。渣哥，稍后你要从其余失败的成员当中挑一位，三局两胜会决出获胜者。凯哥跟深深先来，第一局请准备。把自己给玩进去了，加油，深深，请准备。嘿，哇哇，你们是镜像的。这几个深蹲一会儿肯定没劲儿。哇。利用转身，世纪最严重的手滑，好手滑啊！哦，应该换了对吧？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来进攻。其实我觉得进攻有优势，进攻有太大的优势。对，因为你怎么你都会慢半拍，怎么都是他第一时间是第一时间进攻。对。来了不？来了不？我抓，快当防守。再看一个泳池秀，好好看哦！再滚下去了，啊，他就下去了已经。啊啊
终身胜出。厉害厉害厉害！太秀了，太帅了，那个太帅了，帅到没朋友，帅到没朋友。我来，我来吧。没朋友，那再来吧，来吧，来吧，来吧。那你先进攻吧。好，那我先进攻。这么看不起我们老人。来吧，晨哥。精彩，这也是一场强强对决，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决。帅到没朋友，帅到没朋友。你觉得我跟他是力量和力量的对决吗？哎，我发现这体重不一样，体重轻的人很吃亏。是吗？晨哥动一下，我都得那啥。吃亏吗？这都已经下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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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站一点。两只牛蛙。来。来吧。刘梦红啊，哇哇哇！第一局陈哥胜出，这招可以啊！哇，陈哥你，哇！这下证明了吧，我哥真没有那个假发片，都是真发。他是没有眉毛，眉毛还在吗？你看一下。还有吗？没了没了，确实没了。先闻呢。两位，第二局请准备。等。啊！无敌着火。等一下，副歌啊。还有两伴舞的。啥呀？好帅，你说很帅啊，帅老妈。哎，你这个造型有点梦回你道明寺的感觉了啊。明寺啊，道明寺这个回来了。明寺出差好久了吧？出了四年了。出了四年，今天终于回来了。两位目前1-1打平，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人的决胜局。去了，安慕希。
为了救安慕希。对，这一局恭喜李晨胜出。可以，精彩。安慕希新升级的美味更顺滑，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很好喝的。女生上一桌 ，Mini Go， Mini Go， Let's Go， Mini Go， 你要哪边？这边 ，OK， 两位请准备。又没够着，真没够着。根本打不过去，好难啊！怎么这么累啊？这个游戏。对呀。两位，第二局，请准备。哟，哎，上快乐 ，Thank you， 那我刚等在那儿。胜出。今天带来出战的是李琦和白鹿。白鹿，加油！哇塞，我半百年没下过游泳池了。哎，这水好咸啊！咸是淡，水是咸的，对，有水有盐味。两位，请准备。啥歌？我们哥，白鹿，耶！从心理上摧残你。日间夕阳之下，嘿，看我一边童话，嘿，数着半天的晚霞，嘿，这道理。你别太投入了啊！舞蹈舞蹈舞蹈，这首歌的舞蹈，这首歌的舞蹈，没有舞蹈。你是不是想听自己歌？他在打歌吗？他在听歌。歌要放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白鹿，你目的达成了。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两位，第二局，请准备。Yeah.
怎么的？谁呢？哎！再你再一会儿，他把那首歌跳完了。哇！恭喜白鹿胜出！恭喜恭喜！我的萨神现在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全都湿透了，已经。尝尝，尝尝，这舞蹈这一块也得，水平也得上来啊！啊！楼上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我跟你说。眼睛有被扎到，我不会选你的，你的舞蹈不过关，在我这儿。我们主打的是个效果。难怪你酒招多呢，难怪你酒招多呢。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大哥？程程说再给他一个机会，但他的舞蹈在我这儿不过关。怎么了？我那舞蹈，我这次肯定。我选雨琦。雨琦，你把。你把你演唱会的舞蹈拿出来，我被淘汰了。我的演唱会非常 sexy， 这次。OK， 你先来吧，歌手。行。那如果我赢了怎么办？对，雨琦若赢了也就赢了。啊，不应该这样。对呀、啊哦。没事，挺好的，你智商很高。雨琦，不要让着他啊。赢。可以可以可以。你不赢，观众又得说你划水。阴阳怪气，咱永远不能做一划水的人。拿出你给我撕名牌的劲儿来，拿出那种感觉好吗？请准备，一起来 ，Let's go。我上那边了是吧？你别去了，你累，你保存点体力，你在这歇会儿吧。还是与骑士进攻方，沙哥防守。好，准备。再跳一次，这次又是这个动作，你要怎么接住他？接住了，接住了。
完了，这个这超出我的艺术范畴了，有点悬殊。超出艺术范畴，我叫你选我你不信，我的舞蹈希望你能来，他那你来不了。恭喜雨琦胜出。队员们用身体把尽可能多的二排推倒，三队队员交替进行，每次一人上场，出场顺序由上轮优胜队伍指定。游戏结束后，累计击倒二排总数最多的队伍获胜。人体保龄球吗？这是我们这个组的强项，我们绿队的强项，因为它很绿嘛。我们绿队有两个现成的保龄球啊。你们是元宵，你看把哎把球体露出来，元宵。我一露出来，大家就会跳舞，因为我它会开启闪光灯模式，对。哎，有多深呢、啊？1.3米。没关系，好滑嘛，这个很滑。哇！哦，上面有肥皂，那个肥皂。哦，最滑最滑。哇！这个好玩，这个好可怕，这种那么滑，这个好玩，好滑。很久没打保龄球了，你们有多久没打保龄球？好滑，好滑。我将近有10年没打过。那我比你少一点。10年，我今年25。今年什么岁？你说什么？怎么了？两个加起来快80岁的人，跟你说，你觉得我俩这样有意思吗？哦，也是啊。你就26岁，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咱俩加起来60多。我们90后无法了解你们的思维，我们00后真的听不懂你们的思维。上一轮是你们赢了对吧？对啊，好吧，你们开始，你们先挑吧。那我们保龄球先来吧。问什么？让你们先挑，先挑是？那看先保龄球先来。那你先吧。你们先，你们先。不不不，等一下，怎么样？我们先。为什么？牌沾过水之后会湿，会粘，会吸住。好科学哦，对，先的比较好，第一球最有希望。好了，你们先来，你们先。一人你们吧，我们，因为你们一定最好笑。为什么？因为你不会游泳，然后那里有一颗球，然后我好想看祖蓝跳。OK， 好吗？准备，9个，好分，来，压力大，压力太大，全力打，压力太大，保证要抓住我的画面，氧气，氧气，小心我动作像彗星一样，全力打，全力打，哦哦哦哦哦。我可以送给大家一个经验，你先下一坨，然后保持那个力量到那儿展开。这说的谁能听得懂啊？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比赛不难。对，因为他们实力不行。对，加油！加油！像一个扫把一样。哇！
是啊，不太想照镜子。
定根据刚才站姿滑动，我到那边以后变成陀螺，陀螺在一起。我理想的计划，哎，陈哥，你这万一摔了会矬爆掉。我们就缺一个偏离轨道，偏离轨道，偏离轨道。No， 我们可是一把都没有赢。那么在乎输赢干什么？是个综艺节目，又是奥运会，对，干嘛来输和赢啊？我是不在乎，但是一直输也没什么意思。爸爸大黑牛，要我激发你的劲儿。哎，你这不行，给我的白布不行的。我们来吧。没有。大黑牛已经疯了，大黑牛红地毯。来着，不说了，就是干算了。说好了，当真了。多输一个。胡了。安慕希，奔跑吧兄弟！本栏目由伊利安慕希希腊酸奶独家冠名，安慕希希腊酸奶，更多蛋白质营养，更浓醇，更美味。网上逛超市，首选上苏宁。本节目由苏宁易购超市频道特约。极速闪充，参与互动，凝聚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 OPPO 拍照手机。本栏目指定用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提供。我走了，我走了。3个获得本轮的胜利，就一半儿，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一直输。对，绿队和红队，你们各自推选一个最强的人来玩最后轮，决出二三名。来，红队准备。胡了，我快呀。小宇宙已经开始燃烧了啊！三个一起来啊，各位！气势太强，这阵仗大，这个啊，这个不得了啊！好 ，Everybody， 十、九、八、七、六。蓝队获得了胜利，同时他也得到了优利的条件，先过来摸三张牌。我们终于有一次摸牌的机会了，是吧？摸三张是吧？对。你如果不要，你打掉一张。哦，然后剩下两个留给我。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两个配。没有，服了吗？没有。快了。快了。定了吗？定了。选一个。哦。啊。对。可以不换吗？打掉一个。不换就打掉一张，那就打掉一张了。帅，漂亮，走吧。OK， 就是这样。好，嗯，好，好。哥，我们也听牌了。来看一下，来。啊，不太敢看。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啊。是牌吗？哦，可以不要，对吧？不要，必须得拿进来。啊？他们吐了吗？好吧，我们都要胡牌了，我们都。对啊，这个。好，没用，这个没用。能这样吗？哎，能这样吗？非常好，好可爱，小袋鼠。那跑不了。哦。So cute. So great. So great. Where? 好。Please go to the 浙江电视台电视制作中心。前往浙江卫视电视台电视制作中心。去浙江 TV 哦。伸出你们的 hand。来。你们的袜子。奔跑吧兄弟。奔跑吧兄弟。兄弟团的成员们很开心跟大家见面，我是罗西。接下来由我来发布水上飞人的任务。男女生分组来强占水上浮台，在规定时间内强占到浮台，并且控制浮台上人数不超过两人即为成功。这两人所在的队伍可以分别获得一张投票卡。兄弟们，看你们的了，加油哦！哎呀，这个对阻拦确实不公平啊！我觉得没问题，因为这里水深是1.5米。那这里有两个女汉子，哎，三个。我不动手的，你不动手，保不齐我动不动手。Ladies and gentlemen， 又到了一年一度最好看的女人打架时间。我们有队形了。熊黛林的怀抱里脱出，但他没有成功。啊！我的
熊黛林。啊啊啊亚楠，哇塞！亚楠被两个人围攻，你们欺负了。十、九、快上，八、快上，快上，七、六、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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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女士们鼓掌。你们刚才如野兽般的表演，真的让我们心服口服。兄弟们加油！兄弟们加油！即使吃不了热豆腐，真正有脑子的一定是黄雀在前螳螂在后，黄雀在前螳螂在后，螳螂在后。选票，亮哥，吹哨的时候是陈赫在上面。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僵局，只有靠女生来打破，一直坚持下去是没有好的结果的。来，女生请下音乐。
霸气，蓝鲸和这样唱。知道了，现在是紫队和蓝队各获得一张选票。来到最终任务场地，我们现在要在这里进行的是水上杯人撕名牌。哇塞！通过一天的旅游项目体验，大家都已经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印章，每一个印章就代表一张名牌。哇！请上名牌墙。等一下，热巴为什么是小名牌？因为他名字太长了。因为热巴不会游泳，对吗？因为热巴和小鹿在之前的所有环节中都获得了胜利，所以这是他们在撕名牌环节获得的优势。现在请来领取你们的任务卡。哇！哎，小萌，什么？男生把女生扛在肩上，你整我呀？扶完怎么办？扶了，我就一直潜水员，潜水艇啊。说得好，水有多深？1.2米，才1.2米，你就是巨人。Okay、才1.2米，我就是巨人。对。水上撕名牌大战，男生把女生扛在肩上，在水中进行撕名牌比赛。每组通过抽签决定对手，两两对决，名牌被撕完的一组失败，另一组赢得本场比赛。第一组要出战的是粉队和黄队。先感受一下，对，感受一下，比如我是敌人，对，我在防守，就是他们进攻的时候也不要怕，不仅仅除了防守之外找他的漏洞。加油，跟我尽力。第一轮比赛，加油加油加油。3 2 1，开始！哇，他力气好大，你力气也不小。
情好狠啊！邓超这个发型。你们别讲了，这打老上了，五十五十。双方脚力非常厉害，哇！爷爷，爷爷，哎呀呀呀呀呀呀！拉手。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咬了。小心！哦哦，救命！哎，超哥，我们俩啥都没做，怎么感觉？我觉得下面的底座呀，可以投诉了。我们俩刚刚亲在一起，然后我的头啊，被夹在谁的大腿上，都快扁掉了。人怎么了？人怎么了？啊！好，粉队、黄队第三轮比拼。哎呦，不行，太累了。好累啊！好难展示的就是不放弃。哎呀！不要让我们俩亲上啊！小心小心哇，有没有看到我被踢你们？我看到了，第七脚。
出水面。第二轮要进行对决的是武晨、容祖儿队和郑恺、王艺昕队。来吧。放松一下。艺昕，虽然白天势不两立，但是我们俩一定要团结一心，是，一鼓作气拿下他们。拿下他们，我是你最坚强的后盾，相信你。第一轮比拼，3、2、1。我下面被两个膝盖狂 K， 怎么？Oh my god！ 哎，你很好，你很好，很稳，很好，很棒，很棒。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baby. 第二轮。差一点点，没关系，没了，我输了，我还有一个，我是不是很轻啊？是不是很轻啊？喂喂，别慌，我来赌哎，来，加油！秒丝！Everybody， 所有的机器。
推层特写，连鬓角都没有了，鬓角都没有了，他画老李头的眉毛，现在郑恺队剩一张名牌，请两队出战。加油！加油！最后一次机会了，压力好大。哎，他们两个明显交替上升的这个技能太厉害了。耍大招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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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好，谢谢，辛苦了。厉害！厉害！太厉害！接下来有请第三组出战。呱呱，你立正吧，你在想什么？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你这么小的名牌，你怕什么？会死的。啊？会死的。会死亡是吗？啊，都会。为什么？很恐怖，要倒着掉下去。不会。是我们一起吗？不是，我们是他们俩。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说话？我跟你说话怎么了？我又不跟你们一组。怎么办？就是干。怕了，来吧。哇，志玲姐姐你好轻啊！哇，我的妈呀！哎，你好，你好。关红，什么都别说。保护你，小迪，加油！这是你第一次撕名牌，撕名牌首秀啊！两队准备，3、2、1。哇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先撕了。啊！发售成功。我们开始了吗？我们开始。结束了，还没看呢就结束了，还没看呢就结束了。志玲姐是这样撕的，优势能看到。我们是这样撕的，人家是，对，志玲他们是很仔细的。就是美，就是美，一切都是美的。撕名牌也。来，第二轮，准备，3、2、1。啊！啊！
哎呀，好美啊！你看，一直在微笑。哇哇哦！阻拦很不容易的，阻拦一直在喝水。哎呦，死到了！撕了吗？你们输了。我们输了吗？对。虽然是小迪先撕到的，但是您那名牌撕的太小，太不容易了。是的，是的，太不容易了。林姐，撕衣服。对，衣服，你要拿着衣服撕。对，可以把衣服和他一起撕下来的。好，请两队进行第三轮比拼，请就位。志玲姐，最后一次，对了，我要拿一分呢，好不好？现在一分都没有，对不起。三、二、一，等一下。怎么样？怎样？怎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Okay. 我只是想等一下。OK。完节目了。小迪加油，三二一，哇已经产生水上撕名牌大战的三组优胜队，他们是陈赫、李沁队、李晨、容祖儿队、鹿晗、迪丽热巴队。恭喜他们，你们将获得今天的奖品。哇，好美哦！哇，龙凤哎，成银。说一下，我们阿萨坚持了一天。然后还做到那么厉害 ，OK 了，撕了那么多次名牌，厉害，真的，我为他感到骄傲，我有这样的队友，真的。所以我觉得，像希望他们每一个女生来的嘉宾这一次玩得开心，也希望你们彼此记住对方，你们互为龙凤，好不好？谢谢。偷偷冷忘记。我们再次恭喜获胜的三队，也感谢你们今天的每一位。
希望这一次旅行也可以成为你们最珍贵的回忆。谢谢大家，肯定是。谢谢对的人，一个人一个，对，一对一个，对一个一样的。首先抢到最后面一样的男的蛋白，应该是一样的，一样。是，这是男人的弟弟，那个是。现在是这样。今天我很庆幸我是。大家也看到了，你们身后有一个水上的跑道，总共有五条。然后呢是这样，女生会站在那个前面那个浮台上。男生会站在这边的浮台上，就是如果没有拿到的，如果没有拿到，是不是会有水下来？哦，女生会有水下来。对，所以说导演可以弄点温泉吗？你看，看，你看，我说的你是不是真的下吗？其实你们要上，哇，冰桶挑战，你们冰桶去挑战啊！如果是男生在那边，我刚刚已经下冰这个，然后我们去抢球，也可以哦。对，我上面上，谁是？加油！加油！加油！会被离开。看他这样好辛苦，为什么你毫不露出来？因为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的脸。知道为什么吗？他很报仇，他很报仇，他会整你。好吓人！我还是坐在这儿舒服一点。好，准备。我为你加油，相信我，肯定是第一。金爱是无敌的，绝对没有问题。你俩是怎么上去的呀？实在是太牛了！加油 ！One, two, three！ 加油！加油！
继续继续，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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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别抱了，赶紧，现在郑恺呢一直拿着球，郑恺说继续，球抢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他们来，他们来，哎呀，这样，你的障碍已经见证完了，见证完了，把心交出来。你这个心不散心，不散心。
次我们通过两次，再次证明了两个人的人品。决出了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理论上每一轮你们都会得到一个线索。我也为了满足大家啊，我们加设一轮的条件是，你们可以获得一个非常特殊的线索。什么？这一轮的规则是，男生和女生交换位置。你要展示一下你的体能，你要展示一下你的体能，你要展示一下 ，baby， 你我们啊 ，sorry， 全国跆拳道冠军，全国跆拳道冠军，到了水里都一样。所有男生，所有女生，坐在各自的位置。有请，欢迎跆拳道冠军跑冠军。baby， 你顺拐了，各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嚣张！你懂？我这没想好，没想好。你就把你平时的一点点拿出来就 OK 了，明白吗？世界是你的，整个乌镇是你的。乌镇？就你不是他的，就我不是你的。baby， 首先要顺拐，你不能，然后你跑我这儿，如果你赢了，我可以为了你把泳池的水喝干，把乌镇的水喝干，把太平洋的水都喝干。baby， 你一定要赢，我告诉你。baby，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让他赢。我们球都不接，下一期录影的时候，请到乌镇来看看我，我还在喝水。你那个随便吧，没事，我身体好。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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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吧。好，各就各位。
水军啊，他们是佛山消防员里的业务先锋。消防员是我的梦想。消防员是你的梦想？对，我如果没有做这一行业的话，我是想当一个消防员。哦，功夫讲究身轻如燕以及自己肢体的协调力，请来领取任务卡。轻功水上漂，成员们两两对抗，从泳池两边出发，借助头顶的网绳及脚下的浮垫去到对岸，率先到达的人获胜。赢的人你可以获得一双拜师用的鞋。我想学一句轻功水上漂怎么说，我们学一学。轻功水上漂，轻功水上漂，轻功水上漂。
我有个小名叫浪里白条。浪里白条，对，但从远哥嘴里说来像个菜名。来，给我们表演一下你这个浪里白条，什么叫浪里白条？你这个怎么感觉像海带啊？这是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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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随风，随风飘扬。在你们横渡泳池的过程当中呢，会不定时的向道路上来喷水。落入水里之后需要回到起点再次开始。哇塞，但是有一个情况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因为 baby 和亚文哥身体呢有点小伤，所以你们两个人通过押宝觉得谁会赢，你来押，押错的人会有水枪惩罚。啊，押宝。姚一天，姚一天，我全都受伤了。不，你伤的部位不对，伤的是这儿，伤的部位不对，你伤的是这儿，伤的部位不对，哪儿都有，这儿。第一组要出战的成员是晨哥和远哥。水牛广东话怎么说？水牛，水牛，八条还是水牛？来，你们来压谁？我选择水牛，我选择水牛。第三，水牛，我可能远了 ，baby， 为了你。不接受水枪惩罚，我也要变成浪里水牛。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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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真的是浪里水牛！浪里水牛！浪里白条！哇咧！白条水牛！浪里白条！能不能？我跟你讲，这个好难。厉害啊！白条水牛。哇！哦。我会白条，好厉害啊！哦。哎呦！哎呦！哎呦！浪里水牛。哎呦呦呦！浪里水牛。哎呦呦呦！完了。浪里水牛，这个好难啊！落水之后要重新开始啊！浪里白条，先把远哥拉下去吧。远哥抓上上来，来晨哥快点快点，晨哥快，小心！浪里白条。来晨哥快点快点，晨哥快，小心！浪里白条。哎呦！哇，你试试不拽行不行？直接跑过去。哎呀，哎呀，哇，不行，老雷 say no， 重新开始，老雷吧你。哎呀，好心酸啊！哎呀，哥，加油加油！加油！哎呦，哎呀，放弃吧，放弃吧。好累谁啊！加油！加油加油！天哪，天哪！这网快被条点弄坏了。弄他下去，弄他下去！啊！哎呦！啊！太心酸。晨哥，先把远哥拉下去吧。浪里白条，加油加油！浪里白条，浪里白条，浪里白条，快点！浪里白条，拽他拽他，拽住拽住，拽他拽他，快点！踹他踹他，浪里白条，快点！我的眉毛还在吗？小儿哥押宝成功，所以 baby 要接受水枪惩罚。
我要代替你接受水上惩罚。这是卸妆的游戏吗？请问力道大一点，感受一下。我来，你走开，走走。哎呦！接下来要出战两位球员是王艺林和 Lucas。选我必赢，姐。真的吗？选你必赢啊！肯定我赢，我赢，我赢。肯定他赢，我赢，他赢，肯定我赢。好，选王艺林。我一定给你赢。我今天妆还留20%就靠你了啊！好，没问题。OK。早就厌倦了江湖的打打杀杀。Lucas，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哎呦！艾琳加油！还有谁？裁判的吗？哇！天哪！天哪！哇！哇！加油加油！艾琳加油！加油加油！哇！大哥。你们俩在干什么？艳玲，你至少先把他抓下来，要不然你就输了。快点，艳玲，快点，艳玲。艳玲，快点！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挑战失败，所以 baby 要接受惩罚。哎，别，我可不可以再挑战一次？你问 Lucas， Lucas 愿意接受我的挑战吗？来来来，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不会放过你的。嗯，好，再来一遍。过去就赢了，我马上就过去了，马上。我在用我的优势把它干掉，我的柔韧性非常好。水中荡秋千啊！救命！我必胜！我必胜！我必胜！哇！艳玲，我恨你，咱俩的冤就解下了。请 baby 接受惩罚。没事儿。我能站得住。
好，恭喜 Lucas 获胜。第三轮要出战的是凯凯和雨琦。我只想问，为什么老把我跟雨琦分在一组？主要是因为你是男人的，我也是一个巴掌男儿。巴掌男儿，你是一个巴掌男儿，巴掌脸男儿。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把我的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冲下来。输赢无所谓，美丽最重要，美丽最重要。那个，咱们一人一把枪吧，别地儿不打了，就打脸，就打脸。Baby， 我就不选你，我就不选你。别，你选他吧，我不想选他。我选宋玉琪，我选宋玉琪。哇，我选宋玉琪。我就不选你，我就不选你。我要挽回我们男人的颜面。我来帮你啊，艾哥，我来，我要报仇。你们要干什么？请准备。我抓着，好冷，好冷，好冷！雨琦弟弟加油！帮我把水管送起来。三峡，三峡，雨琦弟弟，坚持住！你为什么往回走？怎么直冲我？怎么直冲我？好喜欢这个游戏啊！真的很同情凯凯，根本看不清颜面的路。让我在雨琦弟弟面前稍微挽回一点颜面，好吗？看王彦霖的表情，已经瞄准好了。王彦霖，你放松一点，你稍微放松一点。轻功水准飘，轻功水准飘。雨琦弟弟加油！慢点，慢点，雨琦，稳稳的，稳稳。好好好，加油，雨琦！雨琦弟弟加油！
气滴滴啊爱哒哒，语气滴滴啊爱哒呀爱哒哒。凯哥要劈叉了，等一下，等一下，回来，我去，啊，我去。加油！加油，雨琦！加油，雨琦！加油，加油！加油，你敢射吗？你敢射吗？咏春，叶问。加油，加油！怎么可以推女生呢？嘿，雨琦弟弟，雨琦弟弟，雨琦弟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获胜，要接受惩罚的是亚文哥。不不不，为这事儿我愿意，我愿意。凯哥要上来一起吗？一起吗？来。可以的，小伙儿，没事，弟弟加油。你是不是隐瞒了你的性别？你说老实话，你是不是也隐瞒了你的性别？我跟你讲，你看一下郑凯的眼睛，真红啊，好红啊！他那边是暴雨、海啸加什么洪水，所有的一切在你那儿。你们冲我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要把我的面膜冲下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一起参与任务的都是佛山消防员里的业务先锋，我们来认识他们一下。走，走，走，起步，走。哇，好帅！立，坐，蹲。哇塞！大家好，我叫王维维，现服役于佛山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中队，现任执行中队长助理。服役16年来，我参加过汶川、玉树抗震救灾、马来西亚第四次国际救援演习等大大小小救援事故千余次。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是不是只有我经历了你们日常训练？差不多，是不是？可以，达到了。你们日常训练也是下暴雨是吧？我们日常训练不用水枪打头。我们日常训练不用水枪打头。大家好，我叫刘文斌，现任中队长助理。我以为是中队长。来，兄弟，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你又没有打头，你紧张什么？别紧张，别紧张。在平时
在生活上大家都叫我小科比，我也喜欢很打篮球。哟，很像哎。哦，大家好，我叫陈天星，现任于中队战斗班三班班长，我的任务是负责中队一线救援任务。我16岁，从事消防行业，现在21岁。哇，现如今已经大大小小火灾经历了500多次，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大家好，我叫唐志达，担任潜水员，负责佛山市内的抢险救援活动，最多的一天出7次井，然后下水的话最深下过26米，相当于七八层楼的高度。26个凯哥。26个凯哥。结下了，这梁子结下了。结下了。李琦，我跟你说，结下了。小哥。哥。其实大家刚才你们看到了，我们过的时候其实挺困难的。今天我们的消防员在现场，我们请他们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到底应该怎么过这个浮桥。哇！我去！我那个呀！哎，别着急！哎，科比，加油加油！哇！哇！结果真功。而其实他们刚才有点紧张了，我们之前试的时候好快，3秒就过去。三秒。我觉得快1秒多一条命，应该 是的，快1秒多一条命，分秒必争。平时他们接受的训练和工作环境远比刚才大家的这个轻功水上漂危险很多的，他们经常要赴汤蹈火，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危险环境里快速和高效地完成救援，对于多样的险情有着对应的一些训练，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功夫高手。再次感谢四位。奔跑吧功夫，我不是踢了叶宁的一脚吗？超帅！听到有人说自己好帅。郑恺太惨了，苏太狠了，太可怜了。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哥，好吧？就叫一声哥。我开玩笑。以后有什么吩咐的啊，随时跟弟弟知会一声。你说你是故意让我？我没有啊。我就喜欢这种诚实的小弟。还健身吗？要不不用健了吧，得练呀，要不然赶不上哥哥的体质。是吧，以后咱俩就一对行，对吧，防止互相伤害。